你这老狐狸，竟然偷偷把遗书改掉，看起来你是把我跟小平拢挂出去了啊！马上就找律师改遗书啊！你安尼做，敢会伤过绝情啊？卖怪我无见过你，你若真正在遗产继承人当中，把小平的名提掉，我就更加袂当让你醒过来。我是绝对袂当，我这份遗书生效，我要让你一世人，我变成植物人，我听到无？不要转，是你心对我无情的呀！你要卖乖，对你心怀手了吧？现在人在哪里？你是不是在我们家那边？不是啦，我现在人在外面。你在外面，难道你在无闲啥？你也知道，咱最近有这么多事情要无闲，我当然是在。你别想要骗我。刚才医生跟我说，他看到你在白衣，所以他才打电话跟我说。小妹，你先听我说，其实我是在……陈安。我真正无想到，你竟然要偷偷我去照顾爸，让我真正感觉足感动的。哎呀，小平啊，我知影，你为着爸这世人的心血这样打拼，就算讲我无得跟你斗三工，至少我咪当踮伫爸的身躯边，甲伊顺头看脉，替你分担嘛，小平。你别怪我骗你啊，陈安，你这么有心，我欢喜拢袂好啊。我哪有可能怪你？爸若是知影你这么用心来照顾伊，一定会接受你。可恶啊！竟然让义丁看到我。小平啊，为着咱的未来，我当然真用心好好照顾爸。嗯，好，是安尼，我赶快去接你。嗯。这老狐狸，今仔日算你命大，后盖若是够机会。要不可能成就这么正的好运啊！